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水下救援。滑冰喽！大家快跟上！哟吼，太好玩啦！朋友们，看我的表演，360度旋转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火箭赛车，旋风。大力士跳车，玛丽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冲呀冲呀向前冲，加速加速加速，冰点碎裂很危险，开始分头救援。伸呀伸呀长手臂，边长边长边长，让我紧紧抓住你，保证安全落地。快救救我的朋友！别担心，交给我们，开启潜水模式。雷达开启滴滴滴，发现目标 ，Go Go！紧急救援，快行动，向上游啊游，怎么动不了了？我去看看。加大马力，轰隆隆，快速向后喷气，用力用力向上推，终于解救成功。旋风，做得好！怎么办？出口被挡住了，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新的出口。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出口在哪里？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哎呀找不到，冰面太厚了。嗯，那边有光，我们快过去。长长手臂有力气，冰块飘起来，朝着出口游啊游，救援成功啦。啊啾啊啾，谢谢你们超级汽车。刚才真是太危险了，你们看见这个提示牌了吗？这里不能滑冰。我们知道了。阿秋，沙滩演唱会。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太可惜了！啦啦啦啦啦！嗯？啊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唉，大风吹坏了北极熊先生的舞台。北极熊先生，别太难过了，你可以找搅拌车瑞博帮忙，他一定能修好你的舞台。真的吗？嗯。它可是超级汽车哦，追你的演唱会嘛，明天再开也行呀。
来不及了，明天我就要走了，算了算了。什么？北极熊先生要走了？哦，他要离开贝勒小镇。好，不行，我不能让北极熊先生临走前留下遗憾。我要帮帮他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嗯，妮娜，找我们有什么事？啊，说起来真令人难过，北极熊先生真是太可怜了。妮娜，能不能说重点？啊，好的好的。北极熊先生明天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想帮他修好舞台，举办演唱会。哦，明白了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六星的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跳跳出租车，妮娜。七彩搅拌车，瑞博。豪华公交车，巴斯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嗨，妮娜，听说这里需要一个舞台。没错，时间非常紧迫。别担心，我可是魔术师，舞台说变就变。滚烫滚烫，转啊转啊转啊，沙嘟沙嘟，搅拌搅拌搅拌，水泥水泥，变啊变啊变啊，舞台舞台建好了建好了，不错吧？好像还少了点装饰，都在这里呢。星星星星，一串一串发光，花儿花儿，一朵一朵绽放，舞台变漂亮，我们都好喜欢。还没完成呢。座位座位，一个一个摆好，话筒音响还有钢琴吉他，舞台搭建好，演唱会开始吧。我去找北极熊先生。我去把观众们带过来。加油！车门打开，快快坐进来吧，所有观众全部都能装下，坐稳手扶好，哦，我们出发啦。车轮摊开，向上跳一跳呀，四处看看，大明星你在哪找呀，找一找，哦，终于找到他。北极熊先生，演唱会就差你啦。跟我一起唱歌，啦啦啦啦，跟我一起跳舞，感谢朋友们来我的演唱会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超级汽车们。北极熊先生，明天你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可真舍不得你。哦，哦，我只是去旅行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旅行？看来是我误会了。一日警长。观众朋友们，贝勒小镇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……是我是我是我，雷克警长。竟然是警车雷克。大家都喜欢雷克，为什么没人喜欢我呀？我可是最快的赛车。哼，我现在就去找雷克比试比试。比试什么？雷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你烫得像一个刚出炉的烤地瓜，肯定是发烧了，要赶紧去医院。可是，有紧急任务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我收到了紧急任务。没错，雷克警长，贝勒大街发生了交通大堵塞，需要你指挥交通。让我去。
去吧，雷克生病了，他现在非常虚弱。好吧，那今天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旋风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十字路口堵车，旋风警长有办法，左边汽车快快前进，右边汽车快快后退。撞车了，都怪我太心急了，千万不要拥挤，一个一个保持距离，注意注意慢慢通行，道路道路畅通了。谢谢你旋风，智慧交通可真难。抓小偷呀，小偷小偷别逃，旋风警长有办法，轰隆轰隆加速追呀，冲啊冲啊超过你啦。我赢了，旋风，这不是比赛，我应该抓住他，改变我的方向，朝着小偷追呀追呀，加大马力向上飞呀，轻轻松松抓住你。旋风做得好，遇到困难别怕别怕，旋风警长会有办法，小心。遇到困难别慌别慌，旋风警长马上帮忙。谢谢，别客气。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跑来跑去不怕辛苦。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热情勇敢不怕困难。好累啊。嗨，旋风，今天真是谢谢你了，一切还顺利吗？原来当警长这么辛苦，难怪大家都喜欢你。观众朋友们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下面揭晓今日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旋风。是我。恭喜你啊，旋风，看来大家也很喜欢你哦。你说的对，我可是最酷的赛车。疯狂的植物，疯狂植物车第99次实验开始。出击，成功了！有了这个发明，我肯定能打败超级汽车。去吧，疯狂植物车，让贝勒小镇的植物变得疯狂吧！哈哈哈！帮我拍得漂亮一点哦。呀，好可怕！快跑！怎么打不开了？救救我！这些植物都怎么了？呼叫指挥中心！贝拉虎、开心虎，小镇出现了许多疯狂植物，我需要帮手。没问题，也许酷宝能帮上你的忙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全能收割机高伟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
要防备。来啦来啦，挖掘机，强壮又坚硬。大大铲子挖呀挖，我来消灭仙人掌。搞定！嘿嘿，你们高兴得太早了。清除了所有疯狂的植物，真不容易啊。哦，怎么又来了？是我们，恭喜你们任务成功。危险的山洞，恐龙化石一定就在附近。就是这里。哇，找到恐龙化石了。怎么了？哎呀，不好！救命啊！啊，怎么回事？我被困在山洞里了，快救救我！猴子教授，我们马上就到。哥哥，是时候召唤超级汽车啦！嗯，没错。调皮的挖掘机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出发吧，挖掘机，调皮的挖掘机，向前冲，挖掘机，哐哐哐哐，挖掘机，挖掘机有力气，伸出长长的手臂，举起我是 Go！ 大石头挖呀挖，小石头挖呀挖，硬硬土块挖呀挖，哐哐哐哐挖呀挖，挖掘机向前进，大大铲子最坚硬，不放弃要努力向你靠近。找到了！太好了，你们终于来了。嗯，我们快出去吧。小心。幸好大家都没事。可是出口被堵住了。这里的氧气越来越少了，我们必须快点出去。是时候升级了，超级汽车升级。最强形态，铁臂挖掘机，
想变魔术，请大声欢呼，全都不见了。哎呀，走错了。再来一次吧。挖掘机手臂多，一二一二三，寻找出口挖呀挖，马上就到达，什么障碍都不怕，我有大铲子，嘿嘿，隧道挖呀挖，看见太阳吗？我们出来啦。真是太谢谢你们了。小意思小意思。啊，挖掘机呢？我在挖洞洞。啊，别挖了。超级汽车最强升级，生日惊喜。今天是阿布的生日，我们要送他什么礼物呢？生日蛋糕。可算做好了，这一定是个大大的惊喜。一起召唤超级汽车帮我们送蛋糕吧。好嘞。大力神轿车极速赛车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哟吼。等等我们。谁是最快的超级汽车？当然是我，极速赛车，轰轰隆隆加速向前，极速赛车全力出动。这算什么？油门踩踩加大马力，转方向盘来个漂移，避开石头很容易，极速赛车世界第一。酷毙了。放心，有我在。谁是最强的超级汽车？当然是我，大吊车，咔咔咔咔充满力量，大吊车无比强壮，长长的吊臂向上升起，大大的钩子紧紧抓住，搬走石头，清理道路，大力施压，没错是我。哈哈，全部搞定，剩下的交给我。生日快乐。我喜欢这个生日惊喜。贝乐虎，开心虎，谢谢你们。合作。哥哥，发生什么事了呀？看看就知道了。你们看，这里堆满了垃圾，没有人清理。哦，我的天哪，实在太臭了。怎么会有这么多垃圾？哥哥，这下可怎么办呀？小事小事，别紧张，我们可以找超级汽车帮忙呀。召唤超级汽车。
超级汽车出动。姐妹们，轮到我们表现了，要加油哦。我们都是最能干的垃圾车，能把所有的垃圾都清理干净。没错没错。啊，哼，你们停下。小绿，你要干什么？清理垃圾的任务我一个人就能完成，你们不用去了。啊，可是垃圾需要分类，你自己。我自己肯定没问题，不需要你们的帮忙，我也能做得很好。可是我们的分工不一样呀。而且垃圾那么多，要处理干净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好了好了，我要去干活了，不和你们说了。小绿是最棒的。我是湿垃圾车最能干的垃圾车哦。起来打扫吧。老板，我今晚有演出，请给我剪个帅气的发型。没问题，保证让您满意。阿啾！已经剪好了吗？我的头发！北极熊先生，真对不起啊，我这里有一顶假发。你要不要试试？只能先这样了。我的假发！是谁乱丢垃圾呀？不要！完了，全完了！我的头发长出来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呀？这太可怕了！呼叫指挥中心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分类垃圾。
汽车，蓝红灰绿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老毛怪来到地球搞破坏，搞破坏，没有人能阻止我，毛毛炮弹最厉害，把你们变成毛毛怪。小心小心毛毛怪，好可爱，变过来，毛团毛团到处飞，危险危险，快躲开！救救我！姐妹们，该我们行动了。街道街道扫一扫，公园公园扫一扫，毛团毛团全扫掉，一袋一袋的毛毛，加速加速洗一洗，用力用力洗一洗，毛团毛团全清理，城市城市变干净。我还有很多毛毛蛋，继续攻击。怎么办呀，北极熊先生，看我找到了什么。我的假发，太好了。你们今晚有空吗？我想邀请你们参加我的演唱会。太好了。穿越迷雾，别出声。嘿，我抓到了。哇，哦，变天了。同学们快来集合，我们现在要回家了。你们看，好大的雾呀，路都看不清了。杨老师，我们怎么办？同学们，快过来，千万别走散了。杨老师，你们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森林里突然出现了大雾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豪华公交车巴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大雾干扰了视线，我要小心一点。什么都看不清，我害怕。别怕，你们快看，巴斯，快上车，我带你们回家。耶！大家坐好，我们出发了。引擎轰隆轰隆隆，车轮转呀转，朝着正确的方向。继续向前走，喇叭滴嘟滴滴嘟，车灯闪呀闪，穿过迷雾，找到回家的路。轰隆隆轰隆隆，轰隆隆轰隆隆，别害怕，灯光把黑暗照亮，我会陪在你身旁。轰隆隆轰隆隆，有大坑，轰隆隆轰隆隆，别担心，车轮充满力量，带你向前放飞呀。勇敢向前走吧，什么都别怕，不怕不怕，出发出发。车辆转弯，请注意安全。有
起轰隆轰隆隆，车轮转呀转，沿着小河的方向，哦，继续向前走，小桥晃呀晃悠悠，出现大洞洞，危险危险，退后快退后。怎么办怎么办，想办法想办法，不要急不要担心，我们一起修好它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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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朋友们在一起，什么困难都不怕，哦，勇敢向前走吧，我们要回家，终点终点马上到达。请乘客们下车，欢迎下次乘坐。谢谢你，巴斯。超级快递，太无聊了，我们该做点什么呢？朋友们，我们去做些有意义的事吧。嗯，什么是有意义的事呢？哈哈，找到了！我们到底要干什么？看到那辆大货车了吗？它可是超级汽车哦！看到了，它正在送快递。没错，如果我们也去送快递，那我们就能成为超级汽车，行动！嘘，谢谢你啊，斑斑。没什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我们快走。我怎么感觉肚子里空空的？啊，我帮你看看。糟了，你的快递不见了！什么？白老虎，开心虎，大事不好了！斑斑，请你保持冷静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肚子里的快递突然全都消失了，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到他们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巨无霸货车斑斑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沿着街道找一找，一个两个找到了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森林里面找一找，一个两个都找到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超级快递员送货快又准，这不是我的。丢丢丢，开雷达，来到农场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果园的快递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果园里面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农场的快递。
给我们吧。第五第五送快递，跳啊跳啊送快递，吭哧吭哧送快递，天黑之前都送达。你们为什么要拿我的快递？我们也想像你一样帮大家送快递。好吧，不过送快递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对不起。明天正好有很多快递，我需要些帮手，你们愿意来吗？好呀。